来，有请我们的二号。好、哦，哎呀，阿拉丁，太好了，这是我们的二号秦川。你平时喜欢看蜡笔小新吗？喜欢。那喜欢啊、哦，小丽。他能给我做一个动作吗？可以。你给我摆一个 S 美女的造型 ，S 造型、哦、可以吗 ？S 老板。拒绝我。急了。那不愿意了，好吧，不摆了，不摆了。来，小爱问他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是摆不出来 S 造型吗？谁说的？摆摆呢？他不会，你是不会吧？是。来，难度动作。小何，宝宝，我问你，你喜欢灰太狼还是喜欢喜羊羊啊？喜羊羊。嗯，喜欢喜羊羊啊。你知道刚才问话的人是谁吗？不知道。他会跳舞。来，让他给你跳一个吧。孩子就给面子。来一个。来点音乐。给点音乐。宝宝看好了啊，你要跟妈妈做音乐。宝宝看不见，爸爸看不到。谢谢谢谢谢谢。